这天 Christy、Mark 就连同郑俊宏、关楚耀为节目拍摄，不知道郑俊宏又向他们发出了什么难题呢？我给了他们一个蛮特别的，因为我知道台湾出名就是吃这个小笼包，我就要他们去学怎样弄，对，怎样弄小笼包这些。那你们会去一个就是弄小笼包最好吃的地方去？这是一个蛮出名的弄小笼包的地方。那我知道你这个节目会请来不同的嘉宾，就是除了 Fred 以外，那会害怕他们就是给你们的任务会很有挑战性吗？都会啊，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台湾，所以他们的任务应该都很好玩啊。